Hello， 我们今天吃这些糖果。先吃果乐棒，这个是可乐味的。小桃子软糖，眼珠糖，我们今天吃这些糖果，先吃西瓜软糖，小铲子糖，小鸭糖，七彩糖，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吃炫果刀。先来个葡萄味的，西瓜味的，草莓味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玩小熊钓鱼。我们来先钓一条蓝色的，看看能不能钓上来。上钩了，上钩了，哇，上钩了，太棒了！把它拿下来，我们再来钓。哇，橙色的也上钩了。再来钓，
钓个黄色的看一看。哇，又钓上来了，太棒了。再把绿色的钓上来，看看能不能钓上来。全部拿下。这里面有糖果，我们把糖果吃掉。嗯，这个糖果好好吃啊。好看又好吃。拜拜。我就说我大。我三十，那我肯定比你大。我看你长啥样，老铁。你最多有二十，你别说瞎话了。你最多有二十，要么你十八。多久没洗头了，老铁？刚洗的，这是凌乱的前翅，老铁，它就是乱，它就是故意错乱的。鸭腿几个？鸭腿三十二个。我就不比你大，也要说比你大。你们哪都，你们哪有比我大的？你们不都十八吗，老铁？我没你大，他不占不占你便宜？你们不都十八吗？我二十也得说三十了，为啥啊，老弟啊？女孩子不都说自己年龄往小了说吗？都喜欢，为啥你们是往大了说啊？啥果？燕窝果。你多大了？我二十三。枪蛋糕再吃这个燕窝果能点，这个老甜了，这个它不是一般的甜。请问皮蛋熟？皮蛋是熟的，皮蛋熟的。几月出生弟弟？我是十二月，我不是十月，十二月是九月的。我是四月，我比你大。我九九年九月的了。一锅，我
我呀，你肤色怎么搞的？晒的，老铁，自从说实话，自从我考驾照，我晒的更黑了。我天天迎着太阳，我又开，我天天我不是在开车，又在开车的路上。只要我睡醒了，我啥也不干，我先把那车钥匙拿出来，我先出去溜一圈。你属兔，您属猪，我属龙，老铁属龙。是不是下了吧？它有点饱了。弟弟啊。你的裙子好看，哪里买的？我的裙子是从网上买的，官妹，是从网上。您就吃今天一餐吗？我白天不吃，白天一直都在睡觉，亲爱的。喝着我家的藕粉看我直播，太幸福了。姐妹，你们要油桃吗？这个油桃真的老好吃了，这个油桃是正儿八经的，老铁，它是咱们山东的蒙阴黄金油桃，老铁啊，真的超级好。就前两天你们就是我吃的时候在直播间，那娘儿，我没想要黄油桃，我没想要黄油桃，这个终于来了啊，非常好吃哟，这个老少皆宜，姐妹们啊，就是蒙阴的啊黄金油桃，这个它真的就是和下面你看有的姐妹们啊买的那种桃它是不一样的，它这个是山泉水的灌溉，它老甜了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，味道香不？我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收到货都是脆的啊，老铁啊，如果它是如果说收到是脆的话，它就是脆甜的，如果说你给它放软它去吃，它就甜得很，它就甜得很，姐妹们啊，它就香甜，就是那种甜是什么样子呢，它这个甜度就是我给你形容一下，就是如果说是软的吃变软了，它是爆汁的甜，爆汁的甜，如果说是你是那个就是脆着吃，它是那种脆甜爽口的甜，它不一样，你爱吃脆的香，爱吃脆的就脆的时候吃，爱吃软的啊就割软它吃，放软它超甜，脆着吃是脆甜，反正都很好吃，可香可香了，姐妹们啊，这个桃的话它就是蒙阴的黄金油桃，它的现在就是全网都在卖，亲爱的，包括今天猫妹妹是不是也在卖，亲爱的啊，就是全网都在卖，它的日期很短，前后也就是10天它就这个黄桃就下去了，就买不到这个黄油桃了，姐妹们啊，它这个是啥呢，老铁，就是黄油桃不仅好吃，它是三全神灌溉的啊，就是再一个它的肉很厚，皮儿薄肉嫩，桃子味很足，而且营养价值高，亲爱的啊，它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还有人体需要的维生素，胡萝卜素，那些素咱就不说了，反正就一个好吃，维生素高，而且它是很稀罕的黄油桃，黄金油桃，姐妹们啊，脆甜多汁。来吧，就等您这个了。行，姐妹们啊，它的价格是有点高的啊，宝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，它和那种黄油、那种白油桃啥的不一样，包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普通的油桃，它也不一样，它是蒙阴的黄金油桃啊。你看，1000克2斤装，28.8块，
看到没，姐妹们，就是两斤30块钱，咱们家今天给你发货是，而且我给大家发的是你送人都行，老铁啊，你送人都行，因为它是彩箱，彩箱的话单独是要加1块钱的，我给厂家谈的不是不给大家加钱了，是这种彩箱去发货，姐妹们啊，一箱的话，一箱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多少个，是15个左右，15个以内，姐妹们啊，里面如果有空格的话是属于正常现象，因为它是这个格子可能有20个格子，但是给你放了15个，它有这种空格，不是说没给你，只是说重量够了就不会再给了，姐妹们能明白不，它是15个左右，非常好，每一个都有这种防，就是防摔网，姐妹们啊，非常香。嗯，咱们家今天是1斤 4.5 到5斤左右，线下是2斤就得30块钱，你5斤的话，老铁是不是合到6、7，就是70来块钱，是吧，姐妹们？今天在您的直播间，咱不要你60、70、70、80，咱只要大家多少钱呢？正常别人家卖也得卖你39.8块吧？今天我们家老铁黄金油条不酸的啊，咱家只要你35.8块。啊，就是只有100单，大家给我要，真的超级好吃，别人卖的都是39.8块，咱家35.8块，5斤，4.5到5斤，而且是彩箱发货，别人家都普通箱子，牛不牛？就100单，你们自己拍吧，我自己拍个2单，我自己拍，我也喜欢吃，我们家人都爱吃油条，真是黄金油条，老铁啊，蒙阴的，正儿八经的蒙阴油条，它老脆老好吃了。